再跑了，！雪梨一点牛肉卷，伦敦山，雪梨牛肉。哦，这我记得。我来。快走！答完题才剩时间喽，快点喽，快点喽！有没有时间可以答题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啊，你答完题你就。你就赶快迅速举手。快点，没时间争。快点，要冲过啦！这什么？哎呦，伦敦，伦敦，伦敦九，真的是三。八强重要吗？不是两个。三个。组装三角，第二名，组位。什么三角形的？对，重要的重要的。好，记得吗？先这样，举手。好，可以。好，这边先答完了，我们先看这边分数。好，答完。OK， 好。啊，目前呢，他们刚答完的时间是8分51秒，所以两边都已经挂掉了，都不扣分，因为都一样，好不好？好。交换改。好，第一题，飞机、热气球、船、游轮，那是游轮的意思。好，答对。有对吗？好。三辆，第二题三辆，少一个。第三题八，错。丸子有几个颜色？八个颜色。哇塞！大致颜色是黄色。第五题四个，这么多。第六题错了，四个。第六题雪梨、纽约、伦敦、杜拜、东京。对。纽约、雪梨、伦敦、杜拜、东京，对。第七题。纽约、东京，哎呦！第八题六个，六点。第九题九个，第十题两个，第十题两个。这个是三，八强重要吗？不是两个，两个。一二三四，好，很多，我们应该四几题？六题，六题，都是六题。哦，你去看。我说我的，好。金毛狗鱼。金毛狗尾，右边有只小鸟，左边右下角是小鸟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冲个马线，冲个马线，冲个马线！来，放轻松。好，脑袋。好，开始切。加油！加油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加油！快到！记得哦，时间是九分钟哦。小猫，猫，狗，二舅，举手。举手。猫，狗，不是羚羊。打完就举哦，打完就准备举哦。举他，好的，我刚特别给那个黄队的队长看了一下，黄队按码表的时候是8分39，是，但是黑队按码表的时候是
分五十秒。所以最接近的是这边，已经接近了。最接近版本，好强哦！不是不要骑这么快嘛。等下版本，头戴圣诞帽的是夹梯物宪哥。第二题，吴宗宪麦克风 Kid， 杯子坤达麦克风，有吗？这两个而已，没有写吗？他少写，分别，所以没有，所以这题不对。好，第三题紫色，紫色。第四题吴总。第五题 PS， 第六题154，第七题红色，错错。第八题八只，错错。第九题鸡猫狗驴，啊，他还写一个马，错。我是那驴，那是驴。这边有马，你那个字最后一个字是鸟，鸟错啊，鸟，他们写鸟，对啊，这错啊。第十题猫，请问答对几题？八题，答对几几题？八题啊，几题？四题。泥鳅，泥鳅，快点！对，对，等一下，我想要加一步，加一分，因为加一分有问题。我们真的没有，我们没超过时间。有一只鸟哎，一只鸟，你们自己看在地板上。他们是对的，代表他们是错的。无下场之手。会飞的小鸟。好，重新看一下。请问他们几分？三四五六七，七分。七分。哦啊，这边几分？一分、两分、三、四分、五分。直接加一。好，再加一，就变六。恭喜黑队获胜。大反转，太鸟了，而且服了，而且各位干掉黄队的竟然是小鸟，会飞的小鸟，却就在墙角。